伊都甲迄个专家讲，我现在预设立场是部分开放，所以你们要朝这个结论去做。所以第三次专家会礼拜六开，第三次专家会开完对不？伊礼拜日就去。专家听了，我当然做去了。无啦，伊爱开指导，爱下指导。看这蒋介石安那破，你袂记？枪决可以，你袂记啊？那个就是要下指导期，而且礼拜六开完专家会议，他礼拜天还要再确认一次，所以长。够给你开一盖，所以叫我头到陈委员讲的，捏造专家会议的会议记录，让专家不是安尼讲，啊，你叫你讲的跟专家讲的无同款。所以礼拜五晚上开一次官会，礼拜天再开一次官會，再开一次，三天开两次。这国家安全都确实，伊就是要这专家知影，美国有把这件是国家安全。所以你在会议中自己较谨慎的，情有感绝对不是国家安全的。连我头讲就好话，台湾人拢未记的。莫拉克台风爸爸水灾到底死偌济人？嘛未记啊，应该安尼，马英九讲有一般的程序可以做，不必要国家安全会议。美国有吧？你嘛有一般的程序，三管五卡不是吗？你为什么要国家？我认为对哦。伊可能有进步，美国第一支舰队要来占领台湾。你给他说我背起，大家也惊讶欢迎啊！对不？我为什么什么叫国家安全会议？美国跟我们已经都断交啊，还有什么国家安全会议？根本因为美国有吧？美国这是国拢摆伫台湾啊！我嘛唔知伊未当安尼公开甲大家讲。我做是较科学李慧仁，你没有时间再去戳这个美国牛肉的事情吧？我以李慧仁有法度去戳禽流感，无啦美国有吧？这件代李慧仁会去一直怪咱唔捌看见物件出来哦。是，这个瘦肉精即摆敢会当进口？袂使，袂使，袂使。啊，所以你。开国安会，迄是国家有紧急的危难的时阵哦，像讲北韩小战，啊是讲中国迄边什么飞弹刺杀，咱唔得咧开国安会，嘛叫连开两届，为着美国牛肉开国安会，这一点仔需要都无啊。我今天在这里哦，要戳破马英九的谎言了。我把这个专家会议的几次的会议的结论哦，带来给各位看。这个是。当时第二次会议，专家会议，这个专家会议的时阵，好、这我请教大家，好、哦，迄、那个反对人到里边，无，应该无，周建成去找分钱，你敢发这个？研究也无啊。十几年来，相关研究并没有消费者因食用肉品而造成任何的副作用，没有相关研究，好、哦，无啦，好、啊，都无研究，无研究，讲这个假瘦肉精有任何副作用，这个是第二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嘛，对不对？无反对的专家你要来得开，会议记录来讲，安呐，哦，都无研究讲这危险嘛，这个是马英九的讲法，对，这第二次的会议，第三次开会的时阵，有反对的专家里边，专家那个一挂教授你要来得开会啊，伊要这会议记录要确认的时候哈，再告诉我来讲，根据林主任与詹教授查阅目前可查到的文献，尚未查到关于人食用。莱克多巴胺肉品所做大规模流行病学的研究，都全世界拢无人做研究嘛，所以查无嘛，唔是讲查无全世界研究讲证明有害，你无人做研究嘛，证明无害，对，证明无害，哎，啊，这个逻辑是啥？这个等于讲，啊，这嘛全世界无人做讲食无塞。会安怎啊？都无人做啊，所以无赛安全、啊，所以无赛安全呐、啊。这个逻辑无赛，恭喜你量也吃无多变。是啊，所以马总统啊，不是我是讲真的啊。在问那个牛屎博士有没有吃过？所以马总统啊，马总统讲了什么话？马总统说没有科学证据证明食用饲料添加莱克多巴胺对人体有害。他这个会议的结论是这样，让。会议结论是甲你讲，全世界无做做这个研究，建议政府讲你爱赶紧去做。人家专家的意思是安尼，你讲什么无研究证明讲这有害，啊，所以这安全，啊，这总统是讲个怕呀。然后马总统在讲又错误曲解人专家的建议哦。人讲啊，没有查到消费者食用中毒的个案报告，马英九今天嘛讲这个，讲无啦，叫了拢无人中毒啦。我请教大家，这个。吃这个药引起的作用有什么？有急性的啊，有亚急性的啊，有慢性的啊。也许它是促进剂，心脏血管疾病的促进剂啊，嘛不一定是中毒啊。但是对人的健康有影响无？所有动物做的研究这有影响。人因为无做流行病学的调查，所以现在不知道。所以政府要马上把这个数字拿出来啊！这马总统怎么可以去错误曲解？人家专家会第三次会议讲，哎、欸，阿德加的没有毒性的哦，啊，这个对人体现在没有报告说无害哦，这个根本是荒唐。陈委员外讲，已经没被给你开放。我判断没给你开放。你知道，
联合报一个新闻是安尼啊，工商大佬说美牛不进口，批发难推动。哦，啊，陈冲都讲说两样要脱钩了，这个工商大佬是不得跨步抓呀？你现在工商大佬上了啊？我两位听，一定是挺九二共识的嘛。工商大佬表示，我方对洽签 T 法的态度，远比美方还急。美国牛肉不进口 ，T 法绝对难推动。希望国内能理性讨论美牛案，不能变成政治口水战。你讲工商大佬上，就工商大佬、啊，我嘛唔知啊，是。我讲这个工商大佬一定是日本人，就四个字，四字嘛，姓工商名大佬啊。歹势，啊无，安尼好不？嗯，咱瘦肉精拢上来，这个工商，这个工商大佬引导嘿，规家伙拢混吃，吃一世人，安尼好唔好？对，啊，我赞成。张科学，我相信这个工商大佬，伊不但未食瘦肉精牛肉，伊不一定阁食生鸡饮食诶，所以对伊无妨害啦。但是我会讲吼，想盖伟盛的就是 Mind Q 啦 ，Mind Q 工厂，他对这件事没有预设立场。嗯，三天开两次国安会议，叫没有预设立场。嗯，今天晚上说找国民党党团说去。人家戏称为说党团的摸头大会，啊，你没有预设立场，人家提案你就让人家通过，用立法来严格来监督，让美国瘦肉精牛肉不要进来就好了、啊。你为什么还要去开这个所谓的摸头大会？马英九不要再讲你没有立场，这些话会让人家做。我感觉这个工商大佬吼，伊其实相人为国，写这两天袂歹，对不？嗯，写名爱个公布，爱写唔敢公布。不过一公布，我讲伊唔是工商大佬，是政界大佬。政界大佬，哎呦，老师，国安会议开吼，想主要是要保障咱台湾的人民财产的生命的安全。嗯。今天马上就是为着要让咱食有毒的物件开国安会议，搁开两遍嘞。嗯。我想无呢呢，另外一些禽流感是已经危害到咱台湾的国家声誉及咱人民的安全健康，人伊无要开国安会议，所以我讲他一定用美牛后面唔在乎下面，这现在这个才是真正不可告人之事啊，为什么讲为着要让咱食有毒的物件，会当开国安会议，啊要为维持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伊无爱开国，对嘿嘿嘿，你来看卖，伊后边这是什么利益？嗯，我认为吼，这贵个这是咱一开始就猜测的，讲为什么美国人吼，等于动算第二天就要来偷这个呀？啊，马英九我讲过，为什么这么早、这么紧、这么快？我认为在五二零之前，他就想要做这个决定。嗯，我想啊，伊可能哦，惊讲五二零要就职进程哦，会足歹看，会足歹就职。另外一项哦，我早就讲过。第三场哦，迄专家会议公开无效，因为这场无算。嗯，今马英九已经跟你讲，迄场无算啊。今讲的话就跟你讲，头仔起码提出来，人专家安尼讲，伊跟你讲啥？伊跟专家讲的无得用，伊讲伊家己的第三场无算，一定会开放啊。是，而且嘛，就看三月八号一定。我也是判断他一定要开放。哦，我说哦，这个工商大佬真的，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他。一方面他不空转呢，二方面他不内耗，对对对，三方面他相人为国，又跟上世界潮流，对，为了猪笼竞争力，他也同意呢，对，所以我是干嘛讲这个工商大佬爱卡出来，讲我一世人，我到规家伙，我拢要吃瘦肉精，我干嘛就这样一个表扬啊？啊，徐老师，我要讲了这么正面，那为什么要匿名？对啊，工商大佬四个字就是代表匿名呢，对啊。干嘛匿名呢？如果是这么为台湾，这么爱台湾，大声出来讲，我是台湾人啊，我是架杠的台湾人啊，就跟九二共识之前一样，王雪红这些人一样啊，大声出来讲啊，怎么没有看到什么工商大佬出来开，连开一个一礼拜四五个全部出来，说财产加起来多少钱，台湾没有他们不行，真的这么正面出来讲啊？对，侯乙，没有人想要吃瘦肉精的牛肉了。这些工商大佬更不想吃了，否则怎么当大佬？怎么活到变大佬？你有大佬这么好做啊？对不对？你要做到过劳死，我当大佬，不然大佬都吃什么？对啊，侯乙没有大佬，竟然还有个大佬开会说，我妈妈活到102岁，你们不要想说我会交棒啊，这才叫做工商大佬。是工商大佬为什么不敢具名？好，来我们再看联合报这样写了，说老美施压，我有民意当筹码，民气当筹码，民气就是咱反对嘛。TPP 是讲78%的人反对瘦肉精开放，民进党的民调讲
八成的人反对瘦肉精开放。新新闻的民调说八成五的人反对瘦肉精开放，这个就是这一篇的主轴嘛，对吧？我有名气当筹码，我的人民都八成五都反对啊。所以到这批嘛，美国不高兴，立法院但是不买单，人民不满意，所以马政府有一个三叫做什么？三就是美国不高兴，立法院不买单，人民不满意。一没有就是马英九没有预测立场了、啊。公立法院不买单嘛，立法院公啊，公三分之一的立委啊，拢不同意开放瘦肉精嘛。人民也不满意啊，八成的人不同意开放瘦肉精嘛。啊，为什么我们要给美国高兴？你说美国不高兴，我们为什么要给美国高兴？为什么要人民吃瘦肉精来让美国高兴？不是我们，是马英九要给美国高兴，不是台湾人或台湾这个国家要给美国高兴，是马英九了。马英九不是要给美国高兴，马英九要给他自己高兴啊！美国是拿压力来了，美国认为讲你怎么不能出这条钱，你那还蠢？你无马英九这条小，那为什么马英九让台湾人开吃瘦肉精他高兴？你不知道美国被弹下面出来后，马英九不高兴。脆，迄物叫名气，马英九不信这一套的啦。啊，但是讲较白，迄工商大佬，你若甲个讲过啦，无像伊嘛美国好讲，商人为美国啦。如果伊讲的话是道理，咱要甲美国签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阵，这是好代志，马英九早就甲你讲啊，讲唔通阁闹啊，美国要甲咱签啊，互咱吃一年，有啊无要紧啦。伊唔敢讲。行政院长讲脱钩，甲迄无关系。而且他看不什么秘密，这个国安的管呢？是，后啊、这个等一下呢，我们呢、还要再开放 call in。不过在 call in 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我们这些人啊，你看这新闻我趣味啊，讲抗疫免疫，花莲养猪户动员呐、动员什么？讲啊，这花莲县养猪协会常务监事长李德全啊。讲含瘦肉精美国牛肉如果解禁，政府更无法抗拒美国压力。下一步就是含瘦肉精的猪肉扣关，紧接着鸡鸭肉品也将排队陆续进口。所以你坚决反对哈，不讲要起来卡，要起来抗议，唔通袂记你我讲的地名这是倒位？花莲。花莲。好，咱去看一个所在哦，嘿，这是倒位？苗栗，苗栗啊，苗栗，苗栗猪农北上吼，像带鸡蛋要猪跟猪粪了吼。苗栗县养猪协会今天开会决议，八号啊将率210名猪农北上参加抗议瘦肉精美牛进口行动。协会说，猪农将准备鸡蛋跟猪粪备用。我是来讲啦，做炸鸡赛得了，两贵贵啊。我是讲啊，花莲跟苗栗这个啥，几成投马英九？哇，七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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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讲，我唔知影讲假是，假拢民进党的啦。这那是讲，这有可能倒骂的啦。马总统几率很高，几率你照平均数嘛，几率是七成。对对对，你真正无法做成就讲，啊都转回伊，啊结果几天后你就要起来抗议啊，都还搁炸比赛个技能吼。等一下，我们开放给大家 call in， 来先休息进广告。